同学，分我吃一口就好。一口。为了少走五分钟的路，花半小时找停车位。拿到考卷才发现自己读错章节。跟着我，水果冰淇淋，水果冰淇淋要提高你的警惕性，提高警惕性。我想吃水果冰淇淋，水果冰淇淋。妈妈，所以你的手机是怎么弄坏的？我不小心点开五年前的聊天记录。跟着我，水果冰淇淋，水果冰淇淋要提高你的警惕性，提高警惕性。我想吃水果冰淇淋，水果冰淇淋。明明想上厕所，但电影实在太精彩。我跟闺蜜在争论宵夜要吃什么。那个陪你吃午餐的同学没来上课。当你在公园的椅子上坐太久。每天看菜单却不知道要吃哪个。谢老板的屁股上有 Windows。